外星人，不居住点都被偷光了吗？哎，这个外国的那种，哎，上面新兵队是什么？你看就是汉奸，你要弄个小胡子啊！我在设计剧中剧里面有一个异性冒险，有人在卖火星上面的地，而且他卖的非常便宜，也有人去跟他买。好，最近警方在大台北地区逮捕了一名穿着白色西装的男子，他会时常跟人家诓骗说买福袋就能够送房子，不过实际打开这礼服的价值恐怕连纸扎屋都没有。他的地是免费的，是公有的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那我们设计一个星球是异星，你不用买房子，不用买地，也不用租房子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那么像古时候太监吃到铅中毒，你个逆子！哎呀！到达我人生戏剧的巅峰之作，实在超越了，没有办法再超越。